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元。我跟 Cherry 刚刚逛街回来，然后当我回到家的时候，我才发现所有人都不在家，整间家只剩下我跟 Cherry 还有 Oni。OK， 然后我就灵机一动，有一个 idea， 想要 prank Cherry， 所以我就立刻拍一下这个影片。Cherry 现在在楼上的房间。OK， 我现在先给你们去看一下，整间家是已经完全没有人了的。小明跟 Benny 已经回家了，空寥寥的厨房，空寥寥的客厅，空寥寥的二楼，空寥寥的笼子。Oni 在跟 Cherry 在房间里面。迪森已经出去了，唉，男人啊男人，衣服这样子丢，像什么？像什么？像什么？唉，这个就是草泥马的房间，草泥马。草泥马呢，就跟女朋友去约会了啦。OK， 我现在就要正式给你们讲一轮我今天的二诊计划。今天我的 plan 是这样子的，等一下我会把相机藏得很密，我这次学聪明了，我把相机藏得很密，然后等一下我就会趁我跟 Cherry 两个人的时候，对他做出一些亲热动作，亲热的举动。然后我看他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拒绝我。我想到这个我就觉得很想笑，就是当整间家没有人的时候，我跟 Cherry 要求亲热动作，然后看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。所以我们现在就等他从楼上下来。 OK， 经过上一个影片之后呢，我学聪明了，我这一次我把相机收到非常的密，这个角度是他绝对不会发现到的，因为我用吉他挡着，我又用这个 PS3 的 game 来挡着，所以他会发现到的几率是非常非常低，而且现在家里没有人，他的那个戒心是很低的，因为我很少会在他们不在的时候拍 prank， 今天只是刚好我灵机一动罢了。可是要怎样做？阿妮骨头，阿妮骨头，你
你看，我的嘿，我的。下一个场景的时候，我们再继续我们的计划。因为如果现在我一直这样子下去的话，他会起疑心。因为我平常都没有这样子的，所以我们就等下一个地方、下一个场景的时候。
我真的忍不住哎！我真的很忍不住，我刚才真的很想笑，所以有很多次我都忍不住笑出来。但是幸好他没有起疑心，因为他没有靠相机嘛，然后他只是觉得我今天怎么怪怪的这样，所以他现在上去房间，他要冲凉，我们再来最后一波。男人的需求。你又你玩的？哇！我跟你讲，我第一次做这个事情，我自己都看不过我自己，我老哎。拍到没有东西拍是吗？没有吗？就是不要边拍我。没有，这另一方面也是可以看到你私底下的一面是这样的，对不对？你要拍我，我肥。是没有拍看你的肥肉。阿妮，你看爸爸，看爸爸。
我跟你讲，我真的有很多次我在镜头面前，我忍不住哦，我很想笑，我忍不住。但是幸好这种事情，这种 prank 哎，就算你笑出来，他也不会怀疑，因为是蛮自然的。OK， 所以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。我下次 ，no no no。OK， 所以今天影片到这边结束啦，各位，我们下集见。再见。没有人在家，不如我们来呀。OK， 各位，我的频道已经快要突破600,000订阅啦，耶、yeah! ！所以我决定呢，在我600,000订阅的时候，我要送礼物给你们，送什么呢？就是 PS4 这一架，当当，当然这一架是我们的啦，到时候我送出的将会是全新的 PS4， 所以你们要如何赢取这一个 PS4 呢？首先你必须确保你是有订阅我这个频道，然后有打开小铃铛，然后你有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IVN_LEE， 还有 Cherry 的 Instagram Cherry How， 对，所以如果你有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， 还有 follow 我们的 Instagram， 我将会在600,000订阅的时候，在评论区选出其中一位幸运儿，无论你是任何一个国家，台湾、香港， blah blah blah， 我都将会送到你们的家。OK， 所以话不多说，赶快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， 我们一起突破600,000订阅，哇！